来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啊。剩下是我的。嗯。整包也是我的。Hello, B. 怎样 ？Tonight, your place or my place? 哦，你在 hotel 啊？这样不如我们今晚去 hotel 啦。很久没有跟你去 hotel 哎。先去打球 ，OK 啊？你要打什么球先？我一定一球进洞的。OK 啊，明天见。OK, 拜拜。怎么打我？那 B 是说你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敢去 hotel 还这么大声，是不是叫我打你啊？那个是我朋友来的啦，他的名字叫 B 啊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睁大眼说大话？他的名字叫 B， 我还叫达令啊！臭男人！哟，哎，来了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声音怎么了？被你气到感冒啦！被我气你怎么了？最莫名其妙。跟你讲电话的时候，我女朋友在隔壁，我只要叫到你的名字 B。他就发我脾气，你怎么念的？鼻就鼻啊，鼻毕书尽嘛。你叫毕毕书尽，都是四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第四声嘛，但是，我只会叫你鼻嘛。对啊，也许。怎么样？今天干嘛？最近准备马来西亚演唱会啊，11月10号。11月10号。当然了。打算请我吗？当然。去啊，当然去啊。OK, 就这么说。那这个就是我的朋友 B， 我真的是去好hotel找他，他从台湾过来吗？他又不是这边人，但是做好hotel咯，不要生气啦。你的朋友是 B 书金？对啊，哎，你认识他？你什么？你的朋友是 B 书金？他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，你马上给我再去hotel，快点，我要现在去好的hotel。你讲什么？快点去好的找他，快点。来 ，B B， 演唱会什么时候？11月10号晚上8点，在 Mega Serena。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，当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来，到时候见，拜拜。